使用台湾电力 App， 用电更聪明、更便利。已装设智慧电表且通讯稳定的用户，现在使用台湾电力 App， 用电生活更升级。下载台湾电力 App， 完成电号认证，就可以随时拿起手机，看到不同时间区间，如每15分钟、每小时、每日、每月的用电统计，随时掌握用电情况，也可以做不同时段的用电比较，例如日间与夜间、上班日与假日，或不同季节月份的比较，还可以看到自己家跟同区域平均用电量的差异。借由填写问卷，并结合用电资讯，提供简易家庭能源管理服务，找出家中的吃电怪兽，还可依用电情形预先估算截至昨日的电费，不用等电费单，就可调整用电行为，节省电费开销。也可依据用电历史资讯进行各类电价试算，评估最适合的用电方案，更可设定每日用电上限，在用电量超过时发送推播通知。赶快下载使用台湾电力 App， 并认证电号，一起加入电力的智慧用电行列。